我们恭请师父上人为我们开示。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诸位父老乡亲，今天信奉中秋佳节，首先我在此地祝福大家中秋快乐。去年的中秋，我在云南鸡足山迦摄尊者的道场，今天更难得的是我们遇到这一次诸位举办，大家共同在此地做的三十七念护国惜灾法会。这个法会要清净庄严，这个法会当中讲话就打闲岔了啊，实在讲呢插进去这一段，这个法会就不是圆满的啊，所以我一再跟大家说了，我来参加三十七年啊，希望这个法会呀做圆满。那么诸位要我说几句话，也是很多同学曾经问过我，这个法会真的能息灾免难吗？如果我们诚心诚意地做，就有效果；如果我们信心不足，带着怀疑做的时候夹杂，那个效果就很差了，就打折扣了啊。这个道理很深啊，从理上讲呢是高深的哲学，从事上讲又是最高深的科学啊。现在科学哲学还没有达到这个层次啊，所以认为宗教是迷信啊，宗教是不合科学啊，这种看法的人啊确实也不少。佛在大乘经里面告诉我，特别是华严经，方东美先生告诉我，佛经哲学是全世界最高的哲学，我们通过58年的学习深深体会到，它不单是高等哲学，同时是高等科学。佛在经典上跟我们讲宇宙的起源、生命的起源、我的起源啊，佛法里面讲啊，依报跟正报，这个一定要把它搞清楚。正报就是自己，除自己以外呀，都是我的依报，我们要依靠生存的。所以依报里面有有情世界，有气世界啊，我们今天讲的时候动物、植物，还有矿物，还有自然现象，全都是我们生存的必须依靠的环境。佛告诉我，
我们的正报就自己跟整个宇宙环境同时发生的啊，怎么发生的呢？是从我们自己真如本性里面变现出来的。大乘经上常讲唯心所变啊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啊，识就是分别，就是执着，起心动念啊，它能变，自性能现，它能变。那么自性，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这一众生两个字的范围非常广，凡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就叫众生啊，所以我是众生，众缘和合而生。这个六道十法界也是众生，树木花草是众生，山河大地也是众生，变法界虚空界没有一样不是众生，连虚空也是众生啊，这个要懂得。你看《白法明门论》里面，虚空啊是方分，时间是时分，时间跟空间都是众缘和合而生，都叫众生。众生的范围太广大了啊，这是我们必须认识清楚。既然是众缘和合而生，他就有如来智慧德相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现在讲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啊，只要是物质现象里面都有精神。精神是什么呢？见闻觉知、受想行识啊。我们人有见闻觉知，有受想行识啊。植物有没有呢？有。我们这十几年我们跟植物接触得很接近，我们种菜种或这个古木树啊，我们知道这些树木花草都有灵性，我们都可以沟通啊，它能看能听，懂得我们的意思。矿物也有啊，山河大地啊都有。日本江本博士做的水试验，水是矿物啊，确确实实水能看能听，能懂得我们的意思。水能听啊，山河大地都能听，都懂得。我们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人如果心善、思想善、言行善，那么树木花草、山河大地没有一样不善，这个地区什么灾难都没有啊。你就晓得我们这个法会呀，它怎么会没有感应啊。只要我们念头回归到善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呢，灾难就没有了。所以法会是形式，是治标的啊，有用，不是没有用啊。我们参与法会的同修心地越清净，心地越真诚，效果就越大啊。他这个功效大小的时候是在我们的心啊。如果我们在平常都能够断恶修善，像佛在经上所说的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啊，真要做到了，我们台湾就是极乐世界，什么灾难都没有啊。周边有灾难，这个地方没灾难。我们要发更大的心，希望呢我们的影响力，也就是我们的愿力啊，不但希望台湾没有灾难，希望中国没有灾难，希望东南亚没有灾难，希望整个地球没有灾难啊。我们的心量要扩大啊，所以这个法会的效果
啊，随着我们心量大小而不相同啊，希望大家发广大心啊，跟佛一样普度众生啊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沙界啊。那么今天我到这边来呢，还跟诸位啊这个参加毕业式啊，明天呢我要到澳洲去啊，跟澳洲那边的宗教团体约定了，我去访问他们啊。澳洲有10个宗教啊，那么我们希望啊，我们提倡世界宗教是一家，宗教团结能够帮助化解冲突，促进安定和平，也就是真正能帮助这个世界化解灾难。那么今天好像有一片光碟，等一下的时候大家会给诸位看，我在这个光碟上提了几个字：中国护国息灾大法会。为什么呢？他们那个是论坛，是讲座，每一个参与讲座的人都明白道理，都知道自己所作所为错了，发怒忏悔，改过自新。这种息灾法会呀，是从本质上，不是从形式上，效果无比殊胜。所以呀，这一边大会呀，他们做了很多啊，送给同学们，希望诸位认真去看看。我们也要能这样做，灾难就化除了啊！祝福大家健康长寿啊！祝福各个道场法缘殊胜，谢谢大家。